妈，你老婆在这，咋还能这么理解？没事，老毛病了。走嘛，咱上趟歇会儿，慢点。那费劲没用了，我去买。哎呀，你准备，到谁是好对付的，可以了，少量的，看人建议了，你们走过他。放心吧，妈，几个月好好歇歇，我这费劲卖完，再给你做饭。一共就是一，这么二十一，你养的四十多。 这走错了啊！我走了，妈，放心吧。走了，妈。那是5毛，这样的7毛。好。 几个啥子？你来了？你家老婆子呢？俺妈搁家歇着嘞。阿婶，俺妈出门觉得了，这瓶子5毛，值7毛。那啥时候的价了？我看看，有多少？阿婶，你看看，这是俺妈治好的，一共61斤，瓶子21斤，值4.40斤。再没见你，我馋的要死。这骡子不要，你想赔死我嘞？ 阿婶，这来的时候叫出城来了，就得你产生的。你到底卖不卖？不卖，你现在拿回去。阿婶，卖。嘿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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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
要抱上枕头盖，要永远的低头微笑，为了最初的。三十块五，没有零钱了，给你三十吧。这不对吧？啥不对呀、啊？不对，你拉走，我不走了。好吧。对呀，把这弄到那边去。哎，宝贝，快过来。是。我的妈了！快下来，宝贝，别动，听话啊，别动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阿神，以后就要看好他。好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在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，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，勇敢的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该知足？哎，那豆豆才回来，我往掉水里了，人家不要。你身上卖多少钱？十二。你大爷才就卖十两。算了，算了吧。王嫂子，景平吃饭嘞。阿婶来了。怎么来了？过来过来。看你来就来，还拿啥东西、啊？应该的。景平，这个多亏你了。哎，都是阿婶的几个脚下去，我大概抓了脚嘞。阿婶，你有事就好。这是520，给。阿婶，你这是拿啥？
这二十是补礼，我那秤不追。这五百是谢谢你。不用，谁看你都不会补完的。你拿着。真不用啊，婶儿。拿着吧。不用啊。好了，你俩别等了，这二十俺拿着，这五百你拿回去吧。行，老嫂子，你可对不住了，以后有废品我上门来收，省得你来回跑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吃过饭了都吧？补了。那我慢点。阿婶，你慢点。好。妈，那吃饭了。好。你这孩子，这么委屈你也不讲。啥？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吗？这啥不好意思嘞？你能有在抱怨，妈脸也有光。知道了吗？妈，你瞧我捡这个饼可是。嗯，越来越好了，活比他长呗。那是。